见娜姐在上海机场全身黑 look 装扮的娜姐酷感十足，产后瘦身成功的她宛若纸片人。此外，她还抱着 U 型枕遮住自己的素颜，显眼卖萌，少女感满满呢。据悉，此前娜姐就已经表示自己已经在努力减肥瘦身了，希望能瘦回以前的样子。当姥姥觉得晋升为辣妈的娜姐是越来越美啦。芒果捞新闻，坚持减肥的娜姐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呀！报道。